要来开箱《乙女的诱惑》。好可爱的美乐蒂哦！嗯哼，会换到哪一种呢？是草莓蛋糕、布丁、蛋包饭，还是汉堡呢 ？Oh my god， 好可爱哦！哦，这边还有，每一种都好可爱哦。开箱吧。好的，打开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现在要让它变得更加的可爱。啊，这边少女的诱惑原来就是这样。因为是食玩，所以还附了一颗口香糖，但那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它真的好可爱啊！除了少女的诱惑之外，我还买了这个摩卡西巴。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就是很可爱，就是那个库特大妈，然后呢，它有各种便当的样子，感觉很豪华。然后这个也是我日本的妈妈买给我的，来来来，来看看它是哪一种，拆箱。啊，手看起来好 man 哦。嘟嘟嘟嘟嘟啊！是日式的，是什么呢？等下组装起来给大家看，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好像是它，赤鬼。好，组装起来呢，就是一个寿司，然后寿司当然少不了了。库特他们滚，渐渐好可爱。他就算变成了鬼，还是感觉有点碎。懒洋洋，然后一样，渐渐他有附一颗糖果，就是这样子，不要管他，来享受一下这可爱的赤鬼。嘿，去死，去死！大概就是这种感觉。哎，看一下他的屁股好了。屁股很明啊，屁股好可爱啊！如果还有做菊花的话，就很可爱。就是这样，好累呀，好累。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，这个是就是说可以放小东西的，我觉得很需要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把钥匙啊什么东西乱丢的人。虽然说不知道说它是不是真的那么大，可以放东西在上面。但是呢，还是一样来开箱好了，觉得好可爱哦，而且都是妈妈的爱，我要来开箱了。Open， Open， Why is so hard？ 我就是很努力的买了台灯替大家打光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好，我来把它就是拆开来为大家呈现一下。这个刚刚打开来啊，觉得有点滑滑黏黏的，而且这个味道很微妙，这个味道很微妙，就是有一点点塑胶味。是废话，当然是塑是塑胶做的，当然有塑胶味。但是 anyway，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这个的 concept 很妙，它是我不是要卖关子，我再把那个纸给打开来。它是就是酱油倒太多，倒下去就变成这样子了，还蛮可爱的吼。还是说不出话来。这个就没有附软糖了，但是就是还是很可爱。好，我好想要那个吐司的。好了，很可爱。
开箱结束了，谢谢各位观赏。